来，这边有一个前往世界，勾起来。就是你们可以从这边啊，就是军情，从军情这边过去比较快。军情之后呢，他们基本上全部人都住圣域啊，这边上榜的基本上都很强。从这边直接随机前程，哟，刚好是圣域附近的、欸。所以为什么这么想这个游戏？为什么这游戏到底哪里好？主要是这些人几乎都住首都，因为他们很像也没有什么领地战略，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住首都。不同游戏啊，我就在想，横霜骑士为什么大家都不住首都？原因是因为他们有领地战。但这些没有啊，所以全部人都住首都就好了。